人类是进化紧定退化紧？唔系呢条基建系个名叫长长基，就大概有 10% 嘅人已经系冇咗噶啦。离地想法，未来交通新趋势。大家可能以后交通咧，直接孭个书包就得啦，仲可以飞到上天添。J Tours 晚间听闻，星期一晚11:00，82台 J Two。